起玩游戏。耶！最近小恐龙啊遇到一个难题耶，我们赶快来看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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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你昨天有看电视吗？有啊，超好笑的，超好笑的，这不愧是完结篇，嗯。哎，锁屏哎，他今天好早到，我们可以跟他玩吗？等一下，可是他是转学生哎，你确定要去跟他玩吗？一起玩比较好玩啊，而且我有带新买的书哎，超好看的。可是我们跟他又不熟，他刚转来一定跟我们不熟啊，久了就熟了，走了。没关系啦，你如果想跟他玩，你去啦，没关系，你不用在乎我，我自己看书就好了。嗯，好吧。早啊，左平，你今天好早到哦。我昨天刚买了一本最好看的书，哦，这个我也有看过哎，真的很好笑，尤其是这段，你看这里，这里我没有看过哎，哦，好好笑哦。对。啊，元明本来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却被左平抢走了。啊，怎么办？这样我就少一个朋友了啦。啊，小恐龙，所以他们两个好像要变成好朋友了。你没朋友了。你没朋友了。好啊，我看看现场的小朋友们能不能了解小恐龙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谁要告诉我？我要请以泉先来。这九个情绪脸谱里面选择，你觉得小恐龙现在是觉得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呢，小恐龙现在没有朋友了，嗯，所以呢，他觉得他很难过。好，如果你是小恐龙，你也会觉得难过的人打圈，我看看。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有两个人是打叉的，其他人都很难过。好，谢谢你怡萍。那还有谁呢？是别种感觉哦。好，请千元来。千元先从这九个情绪脸谱里面选择哪一个。生气，为什么？因为原本元明是他的好朋友，后来就变成左平的好朋友，他就很生气。哦，所以如果是你，你也会气起来的人，打圈我看看。明明就是我的好朋友，居然跑去跟别人在一起玩，十二个人也会觉得生气啊。好，谢谢你，千元。还有谁？哦，好，俊威，俊威请来。俊威觉得可能比较像是这九个情绪脸谱里面的哪一个？是生气，因为他很嫉妒左平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玩，而且非常快乐。哦，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你觉得在这生气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嫉妒的心情的人打圈我看看。只有一个人打叉，其他都是打圈的。好，谢谢你俊威。好吧，那就问小恐龙咯。小恐龙，你来告诉我们，刚刚他们两个玩在一起，然后呢你的情绪到底是什么状况？其实真的蛮多的，我可以选好几个。情、这个、有点生气，这个又有害怕，这个还有难过。生气跟难过我了解，那个害怕是什么？怕我的朋友被抢走。有没有人曾经也害怕自己的朋友被别人抢走过？有害怕过的人打圈我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七个人有害怕过啊？哦，原来是这样。好，小恐龙请坐下来，那就要问老师咯。老师，我们看到别人玩在一起的时候，原来我们的心情有这么多种情绪啊。对啊，所以像刚刚小朋友提到的，会有担心、害怕，然后甚至会有的小朋友提到说他会有嫉妒，或者是愤怒的感觉。如果说小朋友呢，就像小恐龙一样，那是一时的感觉，你就有去发现，然后慢慢去探讨说，我是不是自己呢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是说是因为我不了解友情的真谛的话，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哇，这好复杂啊，老师。哇，我先问看来小朋友，你曾经发生过像小恐龙这样的状况吗？曾经有过的人打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有过。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事。就到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些朋友就跟新的朋友去玩了。本来以前你们是玩在一起，就到四年级之后，他们就有一群新的人玩在一起。还有谁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好，来。以前因为他那个新的朋友有时候会给他东西吃，所以因为我不常给他东西吃，所以他去跟那个会给他东西吃的朋友玩。我就问他说，那个为什么你都去跟他玩，然
然后不跟我玩，他就说因为他跟他变得比较要好。好好，还有谁？还有谁发生过类似的事？是以前啊，我就常常就一直黏着他，他觉得我别人就会跟他比较好啊，就不会就黏着他黏更久，不知道为什么黏着他他就喜欢啊，然后他就去跟他玩，说为什么？我知道，他就说我比较喜欢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哦，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是黏着同一个人，可是这个好朋友已经喜欢跟别人玩了。哦，还有谁？还有谁？天哪！哦，原名也有啊。原名说，就是之前幼稚园本来跟我很好的好朋友，结果来了一个新从别的幼稚园转来的同学，他就一直跟他玩都不理我。哦，那遇到类似的事情，你们会去问这个原来的朋友说是怎么回事吗？会去问的人打圈，就这样静静的让事情过去的人打叉。其实我觉得会越想越多，然后就越想越怕。六个人会去问哦，其他人都不会哦。会问什么啊？孟非同学就没有对我那么好，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那么好？因为他是说，因为他对他的态度比较好。哦，因为这个新朋友对你的好朋友的态度比较好。哦，所以老师，我们确实常常在观察我们自己的朋友跟别人相处的状态，然后心里头也有很多复杂的心情，哎。对，那所以说，如果像刚刚小朋友他有去问了之后呢，哎，其实他就知道说原来是差别在态度的问题，可是如果一直都没有去说出口的话，自己呢越想越多。那因为你没有去说出来，有的时候烦恼呢问题才会越来越大，而且碰到下一个朋友的时候，如果再发生一样的问题，哎，你可能还是一样怕怕的，然后不敢再尝试。所以交朋友感觉上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怎么又好像觉得那么复杂呢？但是不管，我们就先来玩游戏吧。脑筋转一转，一起玩游戏。两人两手编辫子，游戏规则：一，征求两位挑战者；二，两个人各有一只手被绳子绑住；三，两个人合力编辫子。准备好，请开始。好。天哪，太难了吧！但是那你们两个现在到底要？现在把蓝色线弄过来，弄到那里面。啊，有了有了！哦，有感觉了。橘色线弄到里面，橘色线弄到里面。哦，发现他们开始慢慢找出默契跟节奏了耶。哦，好，放进来。等一下啊，先到这里为止停。我想请问一下邵勇先生，从刚刚到现在，你负责的工作是做事情。做事情，好。把线穿进去。把线穿进去。那他刚刚说把线放在里面是什么意思？阿宅。你也不知道。哦，所以这个结，你有想好要怎么弄吗？没有。如果你也没有想，没有想法。没有。他就是当一个执行者。哦，那其实孟非是有想法的。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独立是可以完成的？可以。但是没办法，你现在手是被绑起来。那邵勇在这里能够提供给你足够的帮助吗？如果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话就可以。邵勇听得懂吗？不，他不知道，抱歉。好，我们先给他们两位掌声鼓励一下。好，你们先坐下来。好，我觉得原名跟左平一定可以表现很好。站在一起，我要把你们的手绑起来。绑起来。来哦，你们两个已经有在想办法了吗？没有，没有。左平，要不要把外面一条放在中间就好了？哦，因为我根本想不到。你想不到吗？不急不急，培养两个人的默契，开动。应该是就放在中间，再把粉红色放在中间。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对。对对对。再把绿色放在中间。对，帮他。再把蓝色放在中间。对。再把。对。桃红色吧，桃红色放在中间。这个到底是谁？放在中间再放。他们两个。对，有 feel。有 feel， 快成功了。再把它放在中间。有哎有哎。把它放在中间。太有才华了。哦，他们两个果然是好朋友哎，小孔。他们以后一定会去读美容美发科。不会啦。放在中间。好，先到这里来。好。天哪，好厉害！太棒了，这是一个辫子，先给他们两个掌声。我
等一下，刚刚元明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是一个关键？你突然有啊？说，就是最左边的要放到那个中间，然后再换右边放到中，再换左边放到中，再换右边。你怎么会突然发现这件事？因为严总平刚刚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什么什么什么蓝色什么。桃红色和绿色放到中间，所以我就发现了。但你本来是会扎辫子的人吗？不会，完全不会。那左平呢？本来就会吗？不会啊。你也不会？那你怎么会想到这样？想的吧。哦，所以一个人是动脑，一个人是执行，太厉害了。两根只剩下两只手，还是可以把这个扎好。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在旁边看的各位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两个人四只手来绑这三条绳子会比较快呢，还是两个人总共只剩下两只手来绑绳子会比较快？好，两个人四只手比较快的打圈。目前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两个人四只手动作会比较快，但有两个人是打叉的，为什么？轮绑就两只手比较习惯两只手。但对啊，但是他们手被绑起来嘞。我是说他们两就只剩两只手比较习惯呢。哦，比较习惯是不是？然后用讲的这样。嗯。哦，那左平觉得呢？四只手可能会打结吧。哦。太多了。反而像你跟刚刚元明这样就很厉害，是不是？哦，好，那其他同学觉得呢？我觉得如果四只手的话会比两只手好，因为四只手如果因为四只手这样。比较容易活动，然后这样我们绑辫子可能会比较快。嗯，那小孔在旁边看觉得呢？我觉得四只手比较有弹性吧。如果说真的觉得七手八脚，那就说那你先放弃左手，或者我先放弃右手，也都还来得及啊。哦，不然两个人四只手可以配合一下。对啊。嗯，好像也是这样哎。嗯。而且你头上也写着沟通两个字。嘿。就是刚刚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最需要的事情了。对。哦，太棒了，那也请你坐下。好，那就要问老师了。老师，我们刚刚为什么要把手绑住，然后来尝试扎辫子呢？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一个成语叫做绑手绑脚。哦，这样就是绑手的，只是脚还没绑而已。那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嗯，不就是被限制住的感觉吗？嗯，所以被限制住的时候，的确就像小恐龙讲的，可能会比较不灵活。嗯，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两个人有一手都各被绑住的时候，嗯，其实它就很像是在形容我们的关系，嗯，其实过于紧密的状况。你反而会动弹不得。嗯，对。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的确回到说两个人的手脚都是自由的时候呢，嗯，你的关系是比较轻松的，嗯，感觉是比较自由的，嗯，也许因为弹性比较大呢，所以反而要做事情的时候的那个默契可以慢慢的更轻松在这样的氛围底下去完成。对啊，老师，其实我们也感觉到如果两个人都是两只手一起来做每件事，或者是刚刚这个扎绳子的事情，确实可以做得比较好。对，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会那么在意我们的朋友？对，因为关系呢，其实就是经营友情的一种方式。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和我们的朋友感情那么好，又那么有默契，但是又不要像手都被绑住一样，不能够自由自在呢？那这样子的话就必须小朋友呢先学习的去经营比较轻松的友谊，那才是一个可以开始呢从两个人的友情关系当中可以越来越开心的一个方式。哦，不过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个性里面啊到底对友情呢有怎么样的期待，或是有怎么样的想法呢？马上啊我们就再来玩一个游戏吧。请选出这幅画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图案。A. 小树与松鼠 B. 花园小屋 C. 华丽的小船 D. 太阳与彩云。现场有一个人选择了 A. 小树与松鼠，有十个人选择 B. 花园小屋，有五个人选择 C. 华丽的小船，有四个人选择 D. 太阳与彩云。那就问老师哦，老师，我们这个图是在测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友情呢是必须要学会分享的。对。那这个从这个图呢是想要让小朋友去发现说到底自己在个性上面呢有什么优缺点，让我们呢不敢去分享友情。哦，那选 A 的人。
选择 A， 小树与松鼠的人属于信心不足型，担心和别人分享好友会失去友情。那我就要问千元了，千元是选这个吗？是不是？所以千元是不是怕说，如果我自己的好朋友跟别人一起玩，我这个好朋友就会不见？有过这样吗？有。例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去跟另外一个我不太喜欢的朋友玩的话，我就会有点难过。有点难过。原本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们俩关系最好是你浓我浓就好了，就我们两人世界。可是呢，慢慢的，如果说你可以先从增加一些人来参与本来只有两个人的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从中发现说，原来友情呢分享出去，有的时候呢那样子的感情或者是友情之间的爱是会越来越多倍的，变更多。对，好啊，那来看看如果选 B 的人呢？选择 B， 花园小屋的人属于追求成就感型，觉得交朋友是一种成就感。那老师，所以你说这一型的小朋友要怎么做呢？好，那这个类型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其他人会觉得说，对朋友有的时候会占有比较强。对。那所以呢，如果说可以反过来呢，你可以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然后学习合群，有的时候呢换一个角度，让其他人也可以在共同活动的时候有比较多参与的机会，尊重朋友的想法。其实呢，你可以在经营朋友的关系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说，原来交朋友他并不是在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其实呢他是更重视说你可以更帮助你自己去学习呢，去认识自己，然后满足内心其实真正的那个美好的感受。不过对小朋友来说，是不是觉得朋友多的人很厉害？有这样觉得的人打圈，4、5、6、7、8、9、10、11、12、13、14，14个老师，因为刚刚选这一型的小朋友就是特别的多。对，那我觉得在小朋友心里真的就是会潜意识觉得交朋友，交很多的人就是很厉害的人。对，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说的确是不自知的。所以呢，因此有的时候如果呢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想法，当你的朋友失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自己可能那个安全感就逐渐的失去了。那我们来看选 C 的人呢。选择 C 华丽小船的人属于追求完美型，好朋友跟别人玩会以为自己不够好。会跟朋友说自己的缺点吗？俊威，很少。为什么呢？有不太想讲，干嘛知道优点就要干嘛知道缺点？真的那还有谁？刚选这个的人。好，左平，左平会告诉别人自己的缺点吗？不会。为什么？我也不会讲优点啦，就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要保持神秘感啊。不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所以老师，选这型的小朋友真的会想要建立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形象哈。对啊，那这样子其实会有一点辛苦。所以呢，其实会建议这个类型的小朋友可以试着去表现出来自己真实的个性。因为呢，你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和你自己去学习妥协。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正向，也会有比较不完美的那一面。当你可以去试着找出来你自己的界限，然后也让你的朋友知道说你很喜欢，还有没有那么喜欢的空间，那也许呢彼此都可以学会去找到说，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勉强去接受跟包容对方的这个的地带。那如果是选 D 的那一型呢？老师，选择 D， 太阳与彩云的人属于过度反应型，好友和别人一组马上就会不理对方。所以伯清也是选这一型对不对？有过这样吗？他说我不要跟你一组。说我比较不会讨论。那你有跟他说你有一点担心吗？没有。你就算了，你觉得他不想跟你一组。所以老师，像伯清这样子他心里有一点点烦恼，然后呢我们就应该要去理解对方，对不对？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比较有耐心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快速的就反应情绪，把事情呢再往更深层的去分析跟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原来这件事情朋友呢他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因此呢他选择了他的需要。可是呢当你们要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在下课的时间他还是选择跟你一起玩啊，可是如果呢你因为刚刚的也许在上课分组的事情，你就一直快速的反应，然后耿耿于怀的话，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因此失去一个好朋友哦。可是如果说啊，我去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对，然后呢我的最好的朋友因此而生气了，就像我刚才那样，那他说小恐龙你居然跑去跟别人做朋友，对，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以后不要跟你做朋友了。那大家想看行动轮盘里面可以怎么选择呢？请伯青虫，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择你要采取的是，再试试说看。因为我还想再跟他玩啊，然后大家一起玩比较好玩哦。所以你会找新朋友跟旧朋友全都一起玩哦，太棒了，谢谢你，请坐下。请孟非也从行动轮盘的十个方法里面选。抱歉，为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跟他交新，我交新朋友，然后可是没有跟他玩，然后跟他道歉说我没有跟他玩，然后不要他在意这些事情。哦，但道歉这个方法我倒是没想到过。好，谢谢你，请坐下。那就问老师喽，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方法如何呢？其实这两个方法呢都很有道理，而且非常好。这两个方式呢是不是都必须要说出来？哎，对耶，是不是？所以呢在说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像刚刚孟非提到的呢，其实是说，其实道歉不是道歉自己交了新朋友，对，这件事情不需要道歉，但是道歉是什么呢？是道歉说自己忽略了朋友的感受。其实呢如果说呢小朋友可以做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你交的新朋友呢也保留了，然后你本来旧朋友呢也可以因此误会冰释，然后失而复得。你可以因此呢在人生的路上你会学习到包容感谢，而且还有充满更多友谊得到的美好的感受哦。不过啊，经过今天的讨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交朋友这件事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哦。但是啊，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啊，不同阶段啊，真的会一直认识不同的新朋友哦。然后你也可能发现自己有的时候心情有一点复杂，但是试试看哦，跟别人多讨论一下，跟别人多分享一下，我相信啊，你的心啊会让阳光越来越晒进来哦。然后当你的朋友和你相处的也能那么快乐的时候，你自己啊就会更开心哦。因为友谊啊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好方法哦。大家一起加油吧，祝福大家，谢谢。我一直以为啊，左平他是要抢走我的好朋友，有一点不开心，甚至很嫉妒呢。可是啊，如果不这样子想，尝试去加入他们的话，或许啊，我还会再多一个好朋友哦。好开心，想大声分享，说出来，我陪你哈哈笑。好难过，想用力的哭，说出来，我为你。